吃了大蒜，口臭怎么去除？日常生活中，大蒜是一种常见的配料，特别是在吃火锅和烧烤的时候，加一些大蒜会非常香。可是吃完大蒜后，口腔里会留下非常浓重的味道。那么，吃了大蒜，口臭该怎么去除呢？吃完大蒜后，可以喝一杯牛奶，牛奶中的蛋白质会与大蒜发生反应，就可以有效去除蒜味了。但是喝牛奶时要小口慢咽，让牛奶在口腔中多停留一会儿，而且最好喝温牛奶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吃完大蒜之后吃一些柠檬，除臭效果也是极佳的。柠檬性酸，味微苦，具有生津止渴驱暑的功效。在一杯沸水里加入一些薄荷，同时加上一些新鲜柠檬汁一起饮用，可以让口气瞬间变得清新起来，也可以避免口臭带来的尴尬。